大家好啊，37分，大家好，今日星期五11号，系咁啊，会员啊，唔好啦，出边有啲杂音吓，唔系喺锦芳仓医院，琴日我就去睇过近住我嗰度嘅，喺北区嘅吓，喺北区嘅方舱医院，咁啊停晒都未起好喎吓，似乎咁咧即系。当然啦，昨日就系24日啊，琴日嘅事啦，就死咗880人啦，系123男，就57女啦，47至112岁啦，167人系哇，系181、167人，而60岁以上嘅长者咁样，咁啊照计我应该好惊嘅，我唔肯割得个惊系咪？咁啊而家嘅情况，依家今朝咧合家产嗱，呢个咧同我哋跟住讲嘅。阿李克强做乜出声有关啊？今朝跌咗，最高跌740只，我估啊，应该咧就创科指数都跌到663系嘛？咁啊，其实咧就系而家系20226，应该跌咗六百几点，应该系咁咧都有啲消息啦，系即系散收收嘅消息啊，讲佢先啦。咁啊。堂食仲得唔得咧？咁样存疑啦，咁样多鸠鱼啊，讲得客气啫。基本上就限制堂食人数啊，成效存疑。咁啊，阿张宇仁就话而家研究亦都对禁市存疑吓、啊，禁晚市存疑，对嗰个疫苗通行证都唔该存疑埋啦。影响我啊，因为你最少有嗰啲咁有影响力嘅人多咗几万人，系、感觉好啲，都争好远啦。继续调查你，否则。有理据支持，所以我希望咩理据呢？早你又唔讲呢个张人都系废人啊！饮食界唔知点解揾呢个人，乜都帮唔到大家，系咪？好明显噶啊！咁咧，希望政府喺疫情啊控制同之类之间可以取得平衡。咁啲官腔就算啦，唔讲佢啦，官腔一番系咁啊！有研究团队咩研究团队？研究社交距离系遏止有重要作用嘅第三、第四波疫情，系咪？但系基于经验推断，如果鼓励食肆重开晚市，但要求人士人数限制咧，避免进入大量，食客大量聚集，可能是一个合理嘅防控措施。即系讲乜捻嘢咧？即系放翻开佢啦，系咪？咁咧，我啊唔怀疑呢样嘢嘅，基本上即系爆咗之后，你先至什么通行证啊嗰啲咁啊，啱啱就开始爆啦咁样。摆到明咧，其实一定系好早有人提，早啲限制，咁啊插婆又唔制，咁啊好啦，到差唔多啦就限制，一限限死佢，咁咧就总之就天怒人怨啦吓、搞到，咁但系而家咧未掂噶、今日应该琴日仲有三万几，3万几，又十几万嗰啲自己报啊嗰啲咁嘢，咁呢啲数字睇到闷噶啦，基本上亦都唔想逃，即系唔想讲啦。系声怕唔怕有事啊？亦都唔想再讲啦，意义就不大啦。我觉得咁咧，即系咧，大家啊，睇下我哋嘅方舱医院呢个，竹篙湾就要瞓硬板床，系大家谂下屋企个情况同佢比较啊。青衣嘅咧，方舱咧。就共用厕所、淋浴，哇！厕所同冲凉喎，屌啦，去捻咗军队咁啊，系咁啊！皇后山咧，公屋单位较企理，因为嗰个系公屋屋邨嚟嘅，系不过就看来就唔系都系碌架床噶啦，一张接台啦，咁 OK 嘅，我觉得主要就系你喺 Paris 啦，但系基本上你唔好话大佬个厕所喺外边啊，嗰啲咁啦。系咪几个人共用一间屋啦？屌你咁隔条条毛，几个人住埋一齐啊？你有啲菲佣，即系唔好讲嗰啲咁啊！你话啲菲佣咪几个人一齐咯？喂，佢可能好开心啊，但系你个隔篱咩用啫？你唔可能隔一人一房，你就唔好搞隔篱啦。系，仲有你厕所都冇，咁点咧？轮住去完一批之后洗一次咁样，你点避免你去到厕所嗰啲地方又啊群聚感染啊之类啊？即系。隔离中心系咁啊！呢、这个真系啊，呢啲系隔离地方啦。咁啊，方舱医又另一样啦。基本上方舱医系要医人噶，系咪先？
咁啊，总之咧，我都唔知我后面起紧嗰个系客嚟啊，定系方舱医院，定系点啦？唉，咁但系咧，所有嘢都系基于一个基本嘅前提，就系咧疫情已经冇事啦，咁就大龙凤就上演啦。你话咪唔家产啊？冇事就搞搞震啦，唉，小强啊扑出嚟啦，啊唔理唔得噶，叫多你嚟你又嚟噶啦，咁又系差佬思维啦，我叫你啲线咧 order， 你唔嚟就告你拉钩你上本，又睇下点。我相信好多人揾去嘅，好多人乱去。大家如果齐心唔乱去咧，睇佢拉得边个系咪先？诶，你话拉你咪坐监，坐监可能好过去嗰啲地方啊！屌，一样系坐监。喂，你坐监嗌救命，里边都有人知道，仲有好多肉卒睇住你。啊，你死咗里边好紧张佢哋。大佬嗰啲地方，你睇下系咪啊？死够咗冇人知冇人理喎。喂，要坐监系咪咁讲啊？哇，你真系要调转思维噶，香港人依家唔可以噶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即系而家想点先？啊，我成日想问，究竟而家系搞紧咩嘢先？啊，屌你老尾！啊，咁究竟未来呢个月系点先？看来呢个月都系唔会搞到呢个检测噶啦，唔搞算啦，话俾人听啦。我绝对希望佢系即系整下整下就唔乱搞。咁啊，大家系齐欢唱同庆贺，普天同庆，系嘛？普天同庆，唔乱搞。嗱，你见啦。口服药嚟咗噶啦，许士昌引述研究称，两种口服药可分别减少入院及死亡率，就得咯。减少入院及死亡率，今次隔离重托咩？有关药物适合向非住院嘅轻微及中度确诊者处方，啲老嘢啦，系咪？以免避免病情恶化入院啦。系，哎呀，吉翻先，原来冇吉到嘅。但我估系冇问题嘅，即系我估个声系冇问题噶，因为都冇人话唔妥，系即系前面又有声听到嘅，吓啊！大家真系听开嘅，应该提住我啊！好啊，嗱你如果你咁睇咧，即系成件事咧就已经开始走向下坡噶。虽然咧好多人就话唔好太乐观，咁我都唔系相太乐观，大家维持住啦，而家。反正都两个礼拜啦，唔觉唔觉啊！我今朝食咩啊？咪两个面包，一只鸡蛋咯，系咪？面包鸡蛋，系清即系简单，营养都够啊，系咪？如常啊，开始日日煮饭啦，由两日减到三日，三日一日煮饭咁，依家都冇所谓啦，咁啊好自常，一样出去日日出去行下，系维持精神状态、身体状态健康。咁就得啦，系生活习惯可以改变，咁啊当系吓，当系香港嘅逆境啦，咁个贼婆仲喺度，你冇得计噶嘛，呢啲你冇得救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咧，我哋比较值得一谈咧，当然啦，就系前面张相啦，系咪啊？系咪用咗呢张啊？李克强咧，咁我啊用忽然关心系咪香港市民咁咧？即系个系咪唔系好咧？我咁样讲啊，会唔会惹咗国安咧？好唔卵礼，好唔卵礼貌咧？系啊，但我系咁噶啦。嗱，你睇下，你国务院强，中央每天都关注香港疫情，惦念住香港嘅吓、啊，即系香港嘅咩啊？市民嘅生命健康系嗱咁。好话呢人哋讲就唔好闹人，即系最少呢你讲好过唔讲，系咪？亦都冇乜意思闹佢，明知系官话都好啦，系咁啊！但系报纸一定要大字标题啦。我啊唔系忠诚废物，我唔使扑吹，唉、哎，感谢啊，全靠你啊，靠捻晒中央啊，靠捻晒总理关心啊，唉、哎，登广告感激佢啊，咁样。喂，我唔使靠你食饭，我使捻擦你鞋咩？咁啊，我系咁捻串噶啦。我哋大家都系咁，系咪？咁但系咁，我又提佢哋做乜咧？咁样我睇嘢当然唔系一般啦，好似啲左仔咁睇嘢。哎，我睇下点样搵嘢去擦鞋先，系咪？一般人就睇下搵嘢去屌鸠佢先。咁我都屌鸠佢，喂，即系唔系屌鸠佢，即系唔系想完全负面。嗱，我真系算系咁噶。我喺负面之中嘅新闻啊，唔高兴见到，冇个中意见到嘅。但系我哋系咪要承认一样嘢咧？李克强咁多人里边，我哋好似系较为 OK 嘅，系咪？较为觉得佢开明啲，到位啲啊，谂嘢唔好嗨歪面啦，系咪？佢出嚟讲，我第一次
定系好少啊？今次系佢系点咧？其实系即系两会完结咁样，佢总结啦咁样啊，就系咪答记者问啊？总之就系发表演说里边，应该系发表演说。咁咧就我亦都要睇一睇佢嗰个呢、这个新闻报道。所以咧嗱，大多数新闻就系好似我哋即前面张图咁，我都做咗啦，因为大家都系特别留意啊嘛，系就佢系关心香港。咁样，咁但系呢个就套话嚟嘅啫，系标准语言。我就留意到佢咧，系佢讲几句说话，后面新闻度，中央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等方针，系好好冇听惯听熟呢啲，唔系噶，多咗有句嘢唔同啊，冇咗咩咧？有一样嘢，有一样嘢。多咗一样嘢冇咗，高度自治，哦，不嬲都冇喎，冇咗好耐咯。爱国者治港系贯彻，嗯，可能个字眼有嘅，但系佢 blanket 咧，我抄出嚟就冇喎，系即系唔特别强调咧，系咁咧。另外佢仲强调团结啦，要一致发展经济啦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呢个三大中心呢样嘢，继续安定繁荣啦。嗱，呢个李总咧就系好中意讲呢啲经济嘅嘢嘅，系咁啊。最少我见到佢讲高度自治，咁大家冇乜留意佢突然间讲高度自治，冇捻咗好耐，冇捻咗好耐噶啦，系咪先？屌，系咪先？唉，成日听到啊爱国者治港诶坚定不移咁啫，咁佢突然间掟翻啲系比较啱听嘅语言啦，个套语啦，系咁啊。可能我睇漏啊，佢系咪？即系照计佢唔至于漏咗嘅，大家 check 清楚。如果系漏咗咧，咁啊好事啊！即系特登漏咗爱国者治港，点解咧？咁样呢、這个 moment 点解李克强突然间出嚟又爱你啊？我又关心你啊？我又记捻住你啊？屌你咩死捻咗？死捻咗成几应该过千人啦、啊，跟住已经过咗成个几月啦，系咪先？而家突然间出嚟，咁啊佢之前已经走咗个夏宝龙就出声啦，韩正就出声啦，政治委员啦，跟住个李春兰系嘛，国会副总理啊，冚唪唥出晒嚟，排住队出嚟话，哎呀好捻关心啊咁啦嘛。咁啊，你俾我哋香港人角度啊，讲咁多废话做乜嘢啊？你即刻派医疗人员落嚟救翻喺医院外边等死嗰班老嘢啦，系咪？我都话咯，你要救急救容乜嘢啫？你派呢个专医疗专机即刻运佢上去广州。其他醫院我即刻救你，而唔係周圍話你香港啲醫院要救佢啊！你香港啲私家醫院而家等俾壓力啦，又開會啦，開會又討論啦，討論完就哦唔係我哋不嬲救啊嘅，收多啲啦咁樣，然後我哋用伊麗莎白醫院救人啦咁樣啊，跟住係啊少緊啲啦咁樣，死鳩曬啦嘛已經，跟住我開始少啦，死人數下跌啦，哎我哋又成功啦咁樣，關心你啊咁樣，冚唪都唔撚到位嘅呢啲嘢，你救人要快啊嘛，24小時要你當係軍隊。打緊仗咁有軍事成分，咁你點救人咧？你哋有冇開過香港嘅解放軍醫院？解放軍嘅軍營裏面應該有醫院喎，軍方嘅醫院有冇開放俾救人咧？係咪？冚唪唥都係，冚唪唥都係即係口水嚟啫 ，lip service。好啦，唉，我哋明嘅呢啲，唉，亦都我唔係好信佢真心嘅。啊，死咁多人啦，咁屌你全國個度都死人㗎啦。如果你講都係套話。系咪？即系啲助理 put 出嚟要讲下呢啲嘅，咁样咁佢系照噏，度度死人佢都关心噶啦。但系点解突然间咁关心香港咧？咁啊睇到个经济扑街咯，啱啱讲完，依家几多点啫？今日又跌700多点啊，最多600多点啊，而家已经系2万头黐住啦，系咪？即系有股票嘅，好股商，哭完股商就谂下，咦，我仲有闲钱喎，依家到底未咧？可以开始入去闹下嘢冇咧？大陸股就唔要啫，咁呢個咩盈富基金可以啊，或者淨係買一隻半隻咧，咁樣啊，隻隻唔得，港交所應該得喎，因為全部美國啲股票，啲大陸股票翻咗嚟呢度，我理得佢個股市冧，但係佢生意好多喎，好多人而家嚟做生意喎，咁啊要抽水噶啦，係咪先？做投資嘅，咁大家就開始睇下啲投資嗰啲嚇，投資顧問啲意見係諗呢啲嘢啊嘛，佢都係啫嘛。咁我哋阿强哥咧，阿强强咧，呢、这个阿强就好过我哋个小强啦，识经济啊嘛，我哋个小强识拉住支枪周围怼人啫嘛，你啊要咁做啊，你咁做啊咁样，系咪啊？佢啊一讲就系讲经济啦，而家咁样唔妥，
大家要吓、啊、团结翻啊，努力咁样，咁啊正面鼓励啦，当然系咪？咁啊，好似话佢系会，如果啊习总冇得连任，似乎佢差唔多老喎，佢系好似先后生一年半载系嘛，啱啱可以做一届咁啦，做党主席，咁啊有啲讲法话，俾个党主席位出嚟啦，国家主席咪军委主席系军委主席继续啦，唉、哎，咁啊唔好理大陆啲嘢啦。咁你搞咁多嘢做咩？想呃下外国佬咯？我好相信咧，强硬路线系未过嘅，即系习近平个势力系好根深蒂固嘅，已经佢好叻嘅呢方面，啊，我哋必须承认。但系搞到成个国家向下走咧，呢、这个系不争事实，系咁啊，需要揾个温和派出嚟做招牌咧，可能都系，但系强硬派当政咧，暂时仲系未见到曙光嘅吓、啊，我哋。咁啊，至于佢话高度自治啊，咁样你咪放翻黎智英。嗱、啊，如果放翻黎智英咁啊正。系，即系喺国际上嚟讲，你要吸引翻国际，放咗个四十七人，系咪先？放埋黎智英，咁就唔同晒啦。咁咧，我包啲你知翻嚟啦，你就唔系话而家唔系啊，仲叫佢你冇疫苗照发都唔俾你飞啊，或者你美国领事啊啱噶喎，系一视同仁啦。见到佢剪发，即刻埋去 check 下佢有冇记者门吓、啊，查下，哇，佢又得噶，咁香港人唔得啊，咁样啊，帮我出下气啊，我唔捻得噶啦。大约系咁啦，呢、这个话题其实就唔系好值得即系长气，唔系即系其实已经好长气啦。大家谂走咗八万九万人啊嘛，九万人咁啊，跟住股票冧到阿妈唔认得，跟住嘭嘭呢啲又执，呢嗰啲又执，那个贼婆又躺平，成个香港个危机喺度嘛。呢、这个危机完全可以啊！影响到老共嘅利益噶嘛？老共香港嘅利益，老共成个国家嘅经济啦，系咪？香港系佢嘅呼气口嚟噶嘛？吓，对外窗口，系呢度瓜咗就唞唔到气啦嘛。所以佢系惊，系而香港咁样，咁佢系紧张。不过我哋知就得啦，香港完全都差啦。我哋嘅经济个重要性喺呢度，系。但系我哋作为即系受尊嘅气嘅本土派好，民主派好咧，即系揽炒仲未揽够，而家揽下添咧，我哋都唔会好痛苦。冇钱咪冇钱咯，屌反正都系啦佢。以前民主派多啲有钱人咧，紧张嗰啲经济啊贸易嗰啲，冚唪唥有钱人啫嘛，穷鬼老嘢退休人士，穷咪穷咯，系咪？不嬲就穷噶啦。好，咁啊呢个话题暂时断，系咪？中间仲有个梁振英呢条契弟又夹出嚟。